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，这位姑娘她的家人都叫她小妖精，来掌声有请小妖精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燎原小妖就是我，你们谁能收了我？能我。你好，小妖精。你好，燕子姐。王大爷好。叫什么孩子？王大爷。哎哎，你没发现吗？这姑娘一叫，这个拉长声就可甜了。你再叫一遍，拉声音再长点。王大爷。哎呀。他这声特别透露，对，那透露劲儿，你这样，你叫一下丸子哥看看是什么感觉，大爷还承受得了？来，甜甜的叫一声，丸子哥。哎呦，有什么好的？能受得了不？三号丸子哥，能受了。啊？昨天呢，含糖量老高了。是我估计要到你那儿买丸子，就这么叫完丸子哥，你都不能随便吃，随便吃。啊哎